我们的电力发电机组的总的装机容量是2520兆瓦，是伊拉克最大的火力发电厂。我们的电量80%是送到巴格达地区。今年是伊拉克近10年以来罕见的高温，最高温度达到了53度。所以我们在面临疫情的风险和高温的考验下，我圆满地完成了那个。 发电任务，电厂建成到现在，已经总的完成了发电量980亿千瓦时，为伊拉克人民源源的不断的送上了那个电量，那个对他们的复工复产也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。